看的梯田是在广西桂林的这个金坑梯田和这个龙胜梯田，那这个是在云南的，叫做元阳梯田。元阳梯田我们看起来跟金坑的梯田就显然不太一样，很不一样啊。这边因为距离我们的还比较远，所以而且这里很宽阔，看起来那个梯田的就细细小小的那个好像那个线条很丰富了哈，线条一样。对对对，这个叫元阳的老虎嘴梯田，元阳梯田。这三个是帮我们背器材的，我们讲的背娘。我以为是他们工作在工作的。背娘哈，你就请他们去工作。不是让你们拍，让他们走在那个田埂上面啊，点缀一下，还需要再付钱吗？没有，就是帮我们背器材那个钱，给他，太好玩了。对，器材放下来，请他们去那边走，就点缀了，让整个画面会有活络的感觉。是是是。